人工耳蜗和助听器首先都是听觉的一个辅助的电子产品，它们有很大的差别。具体差别在哪儿呢？助听器一般对于听损在重度之内的患者是很有效果的，而电子耳蜗往往是双耳的重度或极重度以上的感应神经性聋效果是最佳的。这是它们两个在适应症选择上的不同。第二个呢，就是助听器往往对低频的增益比较好，而电子耳蜗对高频的能力比较强。它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助听器呢相对来说是便宜一些，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但是电子耳蜗一般都十几万呢，甚至更昂贵一些。总而言之，在这两种听力辅助装置的话，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相对听力损失轻的咱们是用助听器的，否则的话咱们